有花当初上主演们出演的实境节目《光露营》就很忙了，上映后也吸引不少剧迷关注。引人注意的是，该节目的制作人透露说道，所有的内容都是没有脚本的，就连同为制作人的林心如也只知道打方向。光小姐们在露营中也纷纷展现出自己私下最真实的样貌，让不少粉丝表示真的太有趣了啦。在最新一集中，他们还必须亲手制作早餐给工作人员吃，在准备的过程中手忙脚乱的一行人还是相当用心做出精致的早餐来。对此，制作人戴天意惊讶直呼，这些女明星居然会愿意做这件事，完全是没有设计过的桥段。包括林心如也不知道后续有哪些任务。而另一位制作人姚世学则表示，大家反差都好大，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锦华姐，真的太有趣了。心如姐也是表现得相当自然，可以看见她们完全不一样的样貌。